而且头全是白狗子，看样这是斗不过去了，必须搭一搭仗，才冲得过去。包团长，咱们刚打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哎，这样，前半夜让大家先歇着，等后半夜把矮狗子睡死了再杀出去。好吧。哎，到这边你休息。吴班长。洪七师、七师，打主公，你带乡亲们突围出去，把他们安顿好，就去追那们。老马，同样穿着红军的衣服，有同样的信仰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自己人不出卖自己人，也不会让自己人被自己去死。别想了，一起打。 别搞那么真嘛，我认得，挺我的。曹团长，啊，这是个好玩意儿，这是信物，到时候打起来，我再跟人过去安炸药，把电线牵回来，不用点火，一按就炸了。曹团长。 都让我们重逢，那个吉祥咋个整啊？哎呀，那玩意儿太沉了，只能留给打掩护的人，但是打掩护的就出不去。撒冬子，啊，那就交给我嘛。你能行吗？放心吧。 留给我一块炸药，我保证拼到最后，绝不把吉祥留给白狗子。 吴班长，真他妈的可惜！如果我们再多待些日子，我们也许会聊得更深一些。我的红旗。 都归你姐，这个你放心，红旗我一直给你守着这儿，等一下就回来。我的叫红旗，你的也叫红旗，我们叫红军，你们也叫红军，一笔写不出两个红字，所以。 我不会扔下你不管，只待自己的人走。我们会和你们一起战斗。聊吧，想聊什么聊什么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一兵跟监狱的事？记得。你遇见你的导师，第一天给你讲马列，第二天。 给你讲苏联红军，第三天讲什么？第十天讲大米。我的导师说过，到那里其实三天就够。第一天讲马克思，第二天讲红军，第三天。 简单，可惜那是第三天，我听到。如果你听全了，没准我们就是一样的人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这么说吧，我是党的部队。 党的兵，那你说话，共产党到底是咋回事？这个，一时半会还真说不清。这样，如果这次咱们能活着出去，一起追上我们红军，我请我们军团长亲自给你讲讲党，好不好？
你要是真的他，你要跟他说说，刘向荣红旗是旗师，我们现在地盘都没有了。只要是为受苦人打仗，为推翻这个狗日世道的好汉，我们红军都有。这个我都可以替永仁军团长拿主意。好。哎呀，整天先要活着出去去回一回永仁军团长。可是老马，现在有一件事情比你会我们军团长更重要。啥事？你也是身经百战的人，现在的形势不会看不清楚。白狗子这么多，把咱们围得死死的，要想全身而退已经不可能了，所以必须要派一个人带着土人老乡和土人战士的伤兵员转移。马上要打的这场仗，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这些人的安全转移，之后才是我们自己的突围。铁辉，你算是跟老子想到一起了。说实话，为了革命，为了红旗师起事，我们的土人兄弟做的太多太多，也死的太多太多。一旦被革职赢，我们活不了，他们也要死。被革职恨死了他们支持我们红军，我是绝不能让他们死。张会师，还是没得一个人愿意走。师长，我已经实践过一次，这次啊，我一定要留下来。反正我是这样想的，你走到哪儿我去了，其他地方我不得去。你们两个呢？天都快亮了，总得有一个人要走嘛，啊，哪个走爽快一点？我们都是红军战士，难道一定要划拳抓阄啊？划拳可以，不，班长，我不跟你划拳。我知道你是兴国县有名的拳王。哦，那就抓阄。这里边只有一张石头。谁走，谁把这张照片带走。你等一下，有啥可以通知新开？班长，你带着土人老乡。不，班长，我不走，这是命令。啊！哎呀，我说我这个人就是有运气。别死！也不
你别过去，你也别死，老子给你打开缺口，会给你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。 按照路线撤退，千万别记错了。老子命硬，死不了。到时候和马师长一起去看。啥鬼通知？你哭过去我？ 要啥只好伤心的嘛，要忘了自己的任务，把乡亲们拖了，把他们安顿好，你就去追你的队伍，一直走，不要停。凡哥拉出神，也许我们还可以见面。 再见喽。 一里地，撕开一个口子，很容易。但是，白狗子会很快的合围上来，所以你们冲出去了，还得再回来，要像锯子一样反复的拉。只有把白狗子的防线彻底的撕碎，沙奎才能带着老乡走。我们是不会害怕的。 我和秦科用机枪给你们掩护，我们会死得很快。但是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冲锋的时候一定不要停下来，否则就会被白狗子咬死。要像织布的梭子一样，两头不停地冲。就算有人受伤了，也不能去救，直到把白狗子冲散。 直到沙奎把人带走，妈妈。如果到最后。 白狗子为王，我们就能砸得更死。杰克，我们一定要全力守住这道防线。如果实在守不住，上面是最后一道。
兄弟们啊，不知荣起，给老子几句，再求一次。啊！
后七十七师的，你们怕不怕死？我的同仁兄弟，你们怕不怕死？
了多少好儿女，他们有铁蛋总裁的张明义、张江之战郭寿奇，还有那涂山关上的王金贵，有勇有谋有智慧，还是红军的小上尉，别人碉堡十八座，他打掉碉堡座十八。白鹿雕过去如风，纵有白狗千千万，我有金棍万万千，铁蛋的战旗逞凶顽，最后看我红心笑开颜，笑开颜。红色战士好英勇，消灭敌人几十名，俘虏万余众，得到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。红色战士好英勇，消灭敌人几十名，俘虏万余众，得到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。没记性还要这耳朵干什么呀？啊，说过多少回了，打快板的时候要好好打快板，打枪的时候要好好打枪，全都忘了。一看见那个女娃娃，你他娘丢了魂啊。三叔，你可算说到阵地杆上了啊！你看，我一个好好扛枪打仗的，就用会两手快板的，不让我扛枪了，让我专门打快板。哎，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打遵义，打娄山关，那我……你好好看一看，这儿哪一个人不是扛枪杀敌的？哎，你就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倒要看看你哪儿跟我不一样，你是这鼻子跟我不一样，你还是这耳朵跟我不一样。你小子不行，怂。我怎么怂了？你喜不喜欢他？有点那个意思，但是呢，还没太说破。哎，他说你是知道的，我以前就是个战斗英雄，现在是咱红军的文艺宣传骨干啊！太忙了，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事儿啊？在苏区的时候啊，很多女战士、大姑娘都对我表示过那个意思。你看我动心了吗？没有嘛。扒拉开几千个男人，也就这么一个女娃娃。我要像你这么年轻，我也喜欢她。好久没有追求过女人了，当了红军，怎么追求女人，我都忘了。但是男人追求女人，太要脸，那就是怂。瑞秋。叫我徐护士。啊，好好，徐护士啊，马上要过草地了，草地可不好过啊，听说就像鬼门关一样。粮食最重要，我给你留了点。怎么有意思的？说说看。说不好，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。哦，哎，我这是分粮食给战友。哎，你不用报答我，这么做我很高兴。我不高兴。你明明知道草地像鬼门关一样难过，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做准备？哦，你现在是个打快板的。不用出来前面打仗了。打快板的怎么了？打快板的怎么了？毛主席都说过，打枪打快板一样很重要。毛主席说的啊？你见过毛主席？哎呦，这个我不能撒谎，我没有见过。哎，
但政治部的干事招我进快板队的时候跟我说过，我迟早会见上的。嗯，好，我们马上给你表演一段最难的。这一段啊，啊。就是，我当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牛皮腰带三尺长，荒野野地好干粮，一段拿来煮野菜，一段拿来熬过汤，有菜有汤多样多，留下一段战友长。大奎，徐护士走了。老常，我说你还不追过去啊？啊？哎，兄弟们，帮我跟徐护士唱一段。什么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我现编，你们跟着来。行行行。徐护士啊，你走好，记得吃饭，记得笑，天冷千万加衣裳，天黑一定睡好觉。徐护士啊，你走好，等我不要把心闹，过了草地将你找，待到革命胜利时，你叫原来我除草。待到革命胜利时，你叫原来我除草。沙奎，听见了，谢谢你，词编得好。作为红军的骨干文艺力量，有满足被女同志崇拜的义务。一路保重。你也照顾好自己，免得让我。傻了吧？走吧。哎。我们不是跟政治部的同志一起走吗？他们先走了，好多辎重啊，陷到泥坑里抬不上来，差人手，他们全都急行军进草地帮他们抬辎重去了。领导说了，咱们演出完以后呢，跟上去帮他们一起抬辎重。哎，好，同志们，走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前期时期做过堂，北洋军中扛过枪，武昌城里落过荒，北伐战争帮过忙。实在太难听了，沙奎，你歇了吧。哎哎哎，团说，你听见了啊？不是我不学，是大家不答应啊。在这原地休息会儿。不学就不学吧，我也没少什么。别怪我没告诉你。啊，我这凤点头那是独门绝技，要是在早年间啊，咱哥们善习老家就凭这门授艺，媳妇都娶回家了。真的那也未必呀。哎，你们以为徐护士是因为我会打快板就喜欢我了啊？哎，你们可是看见了啊，他是把伤员丢下亲自跑到我面前来告别的。哎，沙奎，那他喜欢你什么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好看看你跟前这个人，够精神吗？你不要骗自己啊！咱们红军讲的是实事求是，承认事实很困难吗？行行行行。那你自己骗自己吧啊！哎，得得得得啊！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，那么可怜，都不知道谈恋爱是怎么回事。行，今天我沙奎就累一把，告诉你们好不好啊？其实啊，这个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。就像我，你们看，长得这么精神，是天生的，爹妈给的，人家非得喜欢我，又是怎么办嘛？啊！哎呀，那还是在瑞金的时候，第四次反围剿，我受伤了，住进了王家坪的红军医院。啊，瑞金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？咱红军的地盘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姑娘多的事儿啊，哎。我哪注意得到徐护士啊，对不对？一次反围剿打下来，我住了三回院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。不怪我，他实在是太不起眼了。
着，好好看着。哎，徐护士，第三回住院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去上药，他在；我去缠绷带，他在。我的腿化脓了，就把脓挤出来，你看猜怎么着？他也在。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那么多啊，啊，还是我的战友提醒我的。他跟我说啊，一次一次也算凑巧啊，这次次都凑巧，还有这么样的事儿啊？哎，我一想啊，是这么个名儿啊，他肯定是把我到哪都算计好了，专门在那等我，注意到他。是什么牵引他们从皑皑雪山爬过，看时光荏苒已多少岁月，我依然在思索。是什么支撑他们在茫茫草地跋涉，深深的足迹已被芳草淹没，只有风儿在